RDF 经过战机释放热焰弹，伴随巨大引擎声划破天际，模拟干扰敌军攻击。而阿帕奇直升机也接连登场。 挂在2.75海神火箭威力扫荡，顿时保利山上白烟阵阵，发命中靶区。除此之外，三连练炮也上阵了，现场炮声隆隆，相当震撼。利用操演21号进入最后一天，由陆军装甲第584旅进行测考，各搭载6枚 BDU-33 练习弹，以及2架阿帕奇直升机，挂在16枚海神火箭和100发三连练炮，吸引不少军事迷带着专业摄影机前来朝圣。 冲高校，这演练你觉得他那个飞机通常你觉得如何？很棒。利用操演在经过连续3天的测考顺利结束，不但让国人看见我军的军事能力，也看见国军平时累积的精实战力。华视新闻周末和蔡孟俊、陈信仁屏东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